你呀、啊，他不能拍。啊？你干什么？四千倍，给豆给豆，把你们全给我杀了。又一个，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更多火药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等一下，我弄个变盘。好了，没有变盘。大海没有尽，所以人人有点啊，他这不死咬人。剑一放剑，他这不是可以闪现一我的？在我身上之前，他闪现一我，我有可能会死。站在这个位置，他直接闪现一我。站回来一点。我虽然是分不了级，我能升级我就不杀。我知道他要闪现打我，但刚刚那种情况下闪现是打不死我的。我一直不给他升位，他着急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好处多了。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头骨上。过去也没啥用啊，我去不了啊。他们人多，他们看吃，看到他们辅助在的时候就不应该打了，因为对面肯定多一个人，这不，只要辅助在的话必多一个人，硬打到底包亏。主要是我们赚了。麻将，我赢了400多万呢，大赢家。没蓝没桶啊，下路是优势还行。牛头第一时间被秒，你秒你怎么秒的牛头？你得交技能，你交完技能秒了牛头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跑吗？你跑不掉啊！你要是前期你在上路这种地方打架，你看到对面辅助在，你们家辅助没来，基本上就这波团就可以不用打了，最稳的。因为你只要不打他们下路，就是肯定是亏的，就是常规来说，他们下路包亏的。
欺人太甚，我得先完这波线，赶紧在塔里面回城，不然他们来找我了，不能在塔下回，从这里走到塔下回的话就慢了，他们就有可能从这个地方出来打我。他们也回了，嗨 ，What the fuck you？ 哎，直接出门了，上次钱买个鞋子，还是别钱买单枪了。哎，对哦，现在这个短剑250，搞忘记了。他抱我没？抱我，我有橘子，我捏了几个橘子。他这波是不该来抢筒子，只要抢筒子没抢到，就自己就没了。更多火药，你干什么？人人有份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。完了，老子他妈出塔了，我操！我回不到塔下去了，怎么办呀？给你了，我他妈去中去，不要了，操！我很少忘记事情。哎，这逼牛头，老子恶心死了。主要 Q 他一下没死，我应该等一下不灭的。他这不是有闪的，他会闪现拉我，他知道我没橘子的，就算有橘子这不也不能被闪现拉，闪现拉我解的话他就大我，我不解的话他就锤我一整套，然后导致我在塔下站不住。脏东西烧吧，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我不按 W， 他就不敢交大。但是他锤完最后一拳，我就直接按 W， 因为他这是他最有可能开大的时候。他要是不开的话，他自己拉开，他就。卡好那个时间点，摁 W 他就巨难受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哎，我想去吃个杜臣的牛牛又来了，我操！温皮牛。好久不见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把匕首。船长从来不会有任何盲区。好狗，神经病！刚回到塔下就挨了一顿打，按钮摆烂了，按钮。我回家 TP 出来，直接踢他脸，根本不慌。A， 长筒。A 拉开，不要给他一。要时刻留心背后背叛。
你玩上单，他们换野区。牛批嘞，我操。A 哥不灭还是死，还不如把牛头换了。十分钟三四十刀，直接上路给了呀，那就是玩不了的呀。你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少死一点，你不要想着去 C， 你直接把他给他们，就站在后面挂着，要不然你就多兰顿出门，对吧？第一个装备买红水晶，第二个装备买红水晶，第三个装备买红水晶，就完事了。君子可以解他大招，但这波没必要解，解了我还得追他。算了，就要来临了，那下不灭溜溜球，他追不上我。这把不灭搞了150生命值，不要以为我不在意这就容易。大海没有尽，又干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我马上到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再赶啊，马上到了马上到了，我来助您。给个不灭，发文牛又来，我现在很害怕，不敢进去。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撞四肯定是打不到，拍不到我。缓慢的死去，我这号牌的上个赛季基本上全是大师的。又一个。
咱们现在还是以要以发育为主，先升到十三级，不是什么团都要去接。这波团咱们没大招，还是别去。那有大就要去吗？有大也别去，有大可以用大招支援一下补血，没大的话就直接补血，懂我意思吧？心里渣子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OK， 这波去中路保一下他们。这么说，哎，好，开大空位置，直接二连 A 长筒 A 溜了。我等队友过来，我们得先走。蜘蛛死了，直接撤。他 W 范围应该不够，直接一直往前走。算了，往下走，他应该在这里。那我直接毙了。我来助你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更多火药，我的心是铁做的，脏东西。好，温皮贵呀，我靠，就需要那个。又一个，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继续去下路，我这边开个小野三天士，稍等一下，开个重本模式，小野三天士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参与了。一个小月亮就能搬个牌子，还有机会开个小友。3Q 无人马去，清完线就转中吧。你再来，来。屌你！应该假 A 的，我套了呀，这波急了，我 A 出去我后悔了，我假 A 就好了。哎，昨晚不该倒的，没反应过来，操！主要是我前天晚上，主要是我昨天晚上忘了我前天倒了，真的，趁你们还能记住你们倒过，赶紧戒了吧。每一次都说今晚一定不倒，但是一到晚上就忘了昨晚已经倒过了。那我离开的我的桶子他就咬我，我没办法呀。血肉才有分量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有份，你还没见过血吧？
起来很有耐心吗？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！当心炸药桶！不管我，我狠狠的拆我！完了，操！兄弟们，我坏了！还好，那屌，他不打我，我死了。发文牛又来了，操，完了。另外一个是谁？卡莎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又一个。哎。把无尽让他们 look 一下主播的实力。如果说里面有想要办牌子，记得点那个三连是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参与了，还有机会掐个小友，一个小月亮就能办个牌子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。Thank you。人人有份。接着掏，屌你！算了，我得测一下，位置不好。不下时间让那个男刀去偷就好。确实保不住啊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这两波节奏有点厉害，回来是会变得更强，太高了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位置。我没闪，我得小心一点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
中野这两波真的是副作用对团队来说 AD 就不保了，我们 AD 装备还可以，他们这样子我根本打不了伤害， AD 也打不了伤害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人人有份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信心里烧吧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完了，我他妈把桶子用光了，我这样玩也确实是离谱。缓慢死去，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很烦呀，感觉完全不会打完似的。太痛苦。小孩子的用词，当心炸药桶。我从岩浆和海水中重生。现在他们中野杀有点扛不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前排，不可能去切的。就打前面的，你打他就点他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再飙两下，你怎么还在刷野？我要夺回属于我的地球。一直不打正面，我们现在辅助都不敢开人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
下线。掉在杀手码头上。又一个，杀的。小龙，我们能拿到风龙也可以。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这风龙魂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这边可能有人，在弹幕的掩护下冲锋。他妈龙 buff 快没了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你真给我把这个点子往里。还得是你有点子，小龙快刷了！你一个人进他们野区里面反野，你可真牛逼！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抓上，抓上，抓上，抓上！抓死他了，我们小龙还有的打。我知道他们有眼，我看一下能不能逮得住机会。看一下 AD， 你别管他们辅助。他们中大好像有踢的，你怎么还在打嘛，大哥？我想吃，我还处理上路兵线吧，中路让他们吃，一会大龙集合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残忍带给所有人，炮火轰鸣，更多火药。真搬不住的，喊他们来跟我推中也不来，不知道躲在大龙坑那里干什么。